第39届威廉金丝杯篮球国际邀请赛女子组，7月5日到9日，头一届率来到中华馆立体育馆举行，5日暗时举行开幕典礼。头一场是中华男对上日本，中华馆长吴明国受邀请担任开球的嘉宾，欢迎全国乡亲、球迷做伙来中华观赏精彩的金丝杯比赛。做伙为选手加油！我邀请啊，国际的以及啊，我们本国的篮球的好手来到我们彰化县参加比赛。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赛，也影响我们彰化，让我们彰化县的能见度提升不少。那也不仅可以提升我们运动，让我们每个国人啊，身心啊都能够很健康。这是女子球之杯的入场是免费的哦，我希望。大家尽量来进场，然后为我们的球员加油哦！这届威廉金丝杯女子组参赛国家有日本、韩国、印度、纽西兰、中华男、白女子篮球等等队伍参加比赛。这届比赛完全免费入场，欢迎大家来到中华体验中华丰富的面貌。威廉金丝杯篮球国际邀请赛不仅加强国际篮球交流活动，增加国民外交，更加提升台湾在国际体坛的地位，深深受到篮坛的肯定，有千万的影响和意义。工业频道林俊明中华采访报道，关怀电台台语配音。